欢迎收看《电玩宅速配》，我是主持人 Yuli。说到游戏改编真人影集，近年最成功的例子，绝对是《最后生还者》了吧？另一部同样受到玩家期待的《一程余生》真人影集，近日曝光了首播剧照，粉丝纷纷表示看到动力装甲出现就高潮啦，赶快一起来看看吧！一程余生真人影集改编自Bethesda旗下知名游戏《一程余生》，故事设定在末日后的洛杉矶，人类必须在地下避难所生活，才能免于核灾毁灭后的辐射伤害。改编真人影集的消息是在2021年7月宣布，而且是由 HBO 热门影集《西方极乐园》夫妻档强纳森·诺兰、丽莎·乔伊共同制作。强纳森·诺兰就是执导奥本海默克里斯多夫·诺兰的弟弟，因为制作阵容相当坚强，让不少玩家粉丝充满期待。最近官方公开了一系列剧照，游戏中的关键人物露西与汉克以赏金猎人身份存活的尸鬼都首度曝光，其中最让玩家兴奋的就是高度还原的动力装甲。一程余生真人影集预计2024年4月12日在亚马逊旗下的 Prime Video 首播，如果接下来有新的消息，我们也会第一手通知大家哟。